黄老师，黄老师，现在拢会甲咱念迄个，迄张念的，我去叫念念一摆。那老师，我往里面走。老师，那我儿子呢？输了。没有啦，老板级的话就是很厉害，他是董事长。真的？哇，这个看起来也是年轻哎。他根本就是。大概我目前为止剩下十六个孩子找到，但是刚刚又找到一个成立，就算做得蛮勤奋，以后如果要办同学会的话，这个这样就比较容易办。那这一次主要是我们最少三十几年没有见过面，有的甚至于毕业到现在第一次见面，所以很多人真的认不出来。我刚刚差不多至少有三分之一我都认不得。这样，我昨天下午碰到曾阿勇，他坐在我旁边，我就不知道他是谁。我还问他曾阿勇是谁，他说我就是曾阿勇。那我们很高兴，就是大家今天参加了这么踊跃。那希望以后吧，等一下大家再讨论看看，看多久要办一次或怎么样。那大家能够尽量来参加的。这一位陈秀华老师，各位同学，那我是民国五十年进到二桥国小，那五十一年就接你们这一届，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也是一个小女孩，我都不懂事，就在要说要教你们，所以我今天一听到你们说要开同学会，我一。接到这个消息我好兴奋，我说我一定要参加啊！我也是看到你们呢，可以说都不认识了因为好久好久都没看过，所以谢谢你们有这个机会来参加你们的同学会，我很高兴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黄曼丽。那么我记得我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好像是54年左右吧，所以呢你们一部分同学甲班的或是乙班的，有的是一定是被我教过。那时候呢我晓得各位同学会觉得老师好严哦，对，那么恰别别这样，其实我真的很爱你们各位，把当作自己的弟弟妹妹这么样来爱护，所以我对你们呢就在无意中呢就会比较严格。那么我想严师出高徒，也许你们现在长大了会有这种的感觉吧这个友谊可以长长久久啊、哦，这样子我们这个同学会可以会更加宽广大，这更内容更加丰富，所以我希望最后几句话给大家，要占用很多时间最后敬祝大家健康又快乐啊，心想事成啊！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非常谢谢。啊，今天也很感谢大家。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这同学会，好，那我很希望就是说，这一次同学会办完之后，把地址还有一些失散的，要过目前要过十几个地方朋友，好，快点讲，利用这个时间啊，你明天到时我到时会那个什么 DVD 跟那个地址全部给各位，啊，好，恁大家等下阵有的时候，啊，拜托，搁听一下，然后下届人吼来招，会搁较顺利。
人数我会感觉增加嘛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一个拜托吼，啊，这位我们这一次的那同学会哈、哦，有几位啊、陈崇庆啊、许元信啊、徐明顺啊、许国明、曾碧文、邱荣忠他们啊、帮忙中哈、哦，来很快的，在差不多一个月中，也当九万几人，现在就很简单，吼、哦，咱甲中央甲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你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我咱就先照相，好、哦，先照个团体照。对啊，摆一个最酷、那个最酷的 pose 啊，来，预备，太酷了。希望你们这个好的开始啊，年年都要聚，大家互相勉励，互相这个鼓励啊，在事业上，在家庭都有好的这个表现。这个小学的这个友谊啊，当年是啊，这个周明长说吧，冠蟋蟀长大的这份友谊啊，永久要保存着。真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同学会啊，对啊，真难得哎、欸。快来，快来哟！你快用啊！我都拿去包。啊，快点。小心一点哦。